组的同学也是十八般武艺啊，是有会扯铃的，有会游泳的，有想要当比尔盖茨，有想要当总统的，那么厉害。所以呢，今天算是才智双全的一集啦，是是不是？现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同学啦。好的，首先介绍大乔国小。大乔，大乔，脱颖而出。大乔，大乔，脱颖而出。大乔，大乔，大乔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哇，欢迎你们！杜仲义，你以后是想走综艺圈吗？没有，还是你很会综艺摔？综艺就是以后想要当总统。有什么话想讲吗？希望大家投给我希望大家投给我好了好了，加油啦，加油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个同学，蓝队成功国小。是所有的同学里面对呼最好想的，因为只要把他们的名字灌进去，怎么样都对，而且怎么样都很成功。成功，希望你们今天能够成功，好不好？好。OK， 接下来是我们桃园来的同学啦，中兴国小。这四位高材生呢，他们厉害的地方是扯铃哦，很厉害，待会再来跟他们好好聊聊。好的，马上进行第一个关卡 ，Let's go。旗开得胜 2.0 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派两名代表出来对战，每人两手各持不同颜色的色旗，参赛者需听指令升降手中的旗子，动作错误即淘汰，最后存活之队伍获胜。旗开得胜 2.0 版厉害啦，我们这个节目啊，所有的规则一直不断的在推陈出新，所以这次有加了什么东西？很厉害，我们这次呢，除了有蓝旗不要举，这是很基本的，对，但是现在更厉害的，红旗在蓝旗的上面啊，红旗在蓝旗的上面，试试看，红旗在蓝旗的上面，所以红旗要上来，蓝旗怎么样？降下来，蓝旗要放下来。哦，好不好？非常非常厉害了。哥，我好担心你玩这个游戏。所以我自动退出了。所以可是很厉害啊，可是我们同学要来预测一下。哦。OK， 给你们提示，我们应该在前三顺位就会。我也觉得，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玩这个游戏。好，非常困难，好不好？来，蓝队同学先预测一下，心灵姐姐会在第几个人次失误？第五。这是2.0版哦，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嘞？他比较强。他比较强。哦，看好你就对了。来来，我们问一下我们未来的总统，杜总统你好，还有我们的叶同学，我们预测一下，心灵姐姐在第几个人次失误？第五个。第五个。也第五个。为什么呢？头很大。头很大。要说在。头很大比较聪明。小朋友，不是头大，我身体也很大啊。没有啊，依照他武艺来讲，他头算小。没礼貌。好了，头很大是比较聪明的感觉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谢谢绿队的同学，中兴国小的同学，我们预测一下，心灵姐姐会第几个人次失误？第四个，第四个。Tell me why， 为什么？他看起来很灵活。他看起来很灵活。哦，很轻巧。嗯。乱讲话，怎么会轻巧呢？怎么会？你看，哇，超酷的。哎，奇怪，再晃了。好了 ，OK， 第四个。好 ，OK， 2.0版旗开得胜，请降旗。到底谁能够留下拿到这一分呢？老师音乐 ，Go。红旗不要放，蓝旗举起来。红旗、绿旗举起来，蓝旗不要举。绿旗放下来，红旗不要举，蓝旗不要放。绿旗、蓝旗不要放，绿旗放下来。红旗不要放，蓝旗、红旗举起来，红旗不要举。绿旗在红旗的下面，停。绿旗在红，绿旗在红旗的下面，绿旗在红旗的下面，绿旗在红旗的下面。那句你们还在想哦，绿旗在红旗的下面，所以绿旗要在上面，绿旗要在下面。红旗要在上面。对。哦。哎呦，那你不对哦。那你不对哦。OK，
其他都对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有哦，你也不对哦。OK。对，所以红旗要上来，好不好 ？OK。你懂了哈 ，OK。哦，所以一次两个同学哦。一次两个，哎，刚好头跟尾，两位都失误，其他都是 pass。耶！快场地。好，2.0版真的太刺激了。第一回合就已经有两位同学失误了 ，OK。现在接下来是第三位了，请降旗。好，十一月 Go。绿旗、蓝旗举起来，红旗不要举，绿旗不要放。蓝旗、红旗放下来，红旗举起来，绿旗放下来，绿旗不要放，红旗放下来，蓝旗、绿旗举起来，蓝旗不要放，红旗不要举，蓝旗、绿旗，红旗不要举。他好可爱哦，他自己说说，哎哎呀，而且哎呀，拉衣服，哎哎呀，而且还自己跺脚，哎呀哎呀，我这一队就没有人了，哎呀，真是的，哎呀。会不会很紧张？主持人在那么近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很可怕。你那如果这样子的左右夹击，要爆炸！有没有很温暖？有没有很温暖？爆炸！他长得好帅哦，好可爱哦，真的真的真的。好了 ，OK， 不要紧张喽，等一下再继续加油，好不好 ？OK， 换场地。好的，请降旗。这一回合呢，心灵姐姐是第四回合了，第四人次了。我们的绿队同学呢，就是预测现在这个时候了，好不好？心灵姐姐加油喽 ！OK， 老师音乐 Go。绿旗举起来，蓝旗不要放，红旗绿旗不要举，红旗举起来，蓝旗不要举，绿旗蓝旗举起来，绿旗不要放。哦，两个蓝队的，你们让我们。比赛提前结束了，恭喜绿队获得一分。OK， 预测分数大家都没有了，因为绿队预测你，所以你也过了，所以然后蓝红也都没有预测到，好不好？恭喜绿队获得一分。换我上了，走。2.0版之彦君哥哥现在上场了，知大家好紧张啊！我好紧张，彦君哥哥不要走。我好紧张啊！燕君哥哥，你现在答应我，我不要玩了。燕君哥哥，请问一下，我现在出个题，蓝旗在红旗的上面。哇！哎，瞬间会。你好厉害哦！红旗在蓝旗的上面。好的，红旗在蓝旗的下面。这个其实新游戏，我们自己有点紧张，没关系。同学紧张，燕君哥哥也很紧张。我们现在预测一下下，你们觉得燕君哥哥第几人次会失误？第四。第四。为什么第四？在平常节目上都看到他第四个失误哦，还有在统计哦，还有在关注你就对，但是这是新游戏，你也对他一样很有兴趣。啾咪啾咪，第四，你们觉得他第几人次会失误？第4个，也第四个，为什么？相信他，相信他。那个尹杰，你不要离他太近，他会爆炸哦。为什么相信他？你们对他很有信心吗？对，你们之前有看他比赛吗？有，所以你觉得他很 OK？ 哎呀，谢谢。他不是对你很好哎。谢谢。四，谢谢。两个四，请问你们觉得燕君哥第几的第三？第三，为什么第三？弱弱的。弱弱的，弱弱的，为什么不是第一或第二？弱弱的。给你面子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我说为什么第三？他说因为他弱弱的。是是。那时候不是一哥，他说给他面子。没事，我旁边有总统，我不怕。大家对你还蛮有信心的。对。这是什么预兆？这什么预兆？我觉得等下红色会出事。好，我们现在测验你一下。OK。刚你表现非常好。Yeah。好，预备备。蓝旗在红旗的下面。哦，你不错哎。蓝旗在红旗的下面，大家同学，我们先放下来，我们试验看看。红旗在蓝旗，大家一起试试看哦。大家试试看哦。绿旗在红旗的上面。哎，不错哦。蓝旗在红旗的下面。蓝旗在红旗的下。蓝旗在红旗的下面，停。蓝旗在红旗的下面，所以红旗应该要在上面，蓝旗要在下。蓝旗在红旗的下面。你为什么偷换？没有，因为我在偷看他。他是绿旗啊。哦。哦 ，OK。哎，其实很清楚哎。好了，直接来了。真的吗？不要开玩笑了，我们都在做效果，你以为我们真的不会吗？来，放下。
降旗，来吧。老师乐清凉，请降旗。被进阶版考倒的燕军哥哥，能否平安的撑到最后呢？好了，直接来了。真的吗？不要开玩笑了，我们都在做效果，你以为我们真的不会吗？来，放下，降旗，来吧。老师乐清凉，请降旗。蓝旗、红旗举起来，红旗放下来，绿旗不要放，蓝旗不要举，红旗、绿旗不要放，绿旗放下来，蓝旗不要放。红旗、绿旗不要放，对，红旗不要放，应该是在上面还是下面？上面，对不对？你说你想要当比尔盖茨哦？为什么？你喜欢写程式吗？哦，那你现在会写程式吗？哦，那么厉害！加油！你看，我们程式可以把我们写瘦一点，写高一点。对，他要当比尔盖茨，我们先加他的 line 吧。以后好不好？你做什么，我们就跟随你，好不好？然后再就是你的鼻涕也快流出来了，麻烦你跟他说，整理场地，一二三，来，整理场地。耶！好，现在台上还有五位同学，燕军哥哥，大家请加油喽！好的，请降旗，老师音乐请了。红旗、绿旗不要放，绿旗放下来，蓝旗举起来，绿旗不要放，蓝旗举起来，红旗不要放，绿旗、蓝旗放下来，红旗不要举，红旗举起来，蓝旗、红旗放下来，绿旗不要放，绿旗在蓝旗的下面。下面，我脑袋走比较慢啊，别走了，我在分析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别走太慢了吧，我都踢完都走到这里了。绿旗在蓝旗的下面，规则是你还没走到，我就可以，我都可以举啊。绿旗在蓝旗的下面，绿旗在蓝旗的下面，蓝旗在上面，绿旗对啊，所以这样子啦。他太久了啦。没有啊，他电动的摩托啊。绿旗在蓝旗下面，所以绿旗要在下面，蓝旗要在上面。最后一个 ，OK， 绿旗在蓝花，所以你的蓝旗应该在上面。只要是蓝色，你的蓝旗也应该在上面。所以宇正，你的蓝旗也应该在上面。所以现在只剩我们不要这样对小朋友啦，太难了啦。只剩我们的停滞跟全副来 PK 了，整理场地。一下子怎么觉得台上少了很多人，旁边多了一个，你还搞不清楚对不对？绿旗在蓝旗，所以绿旗在下面。绿旗在蓝旗的下面。哦，所以绿旗在下面，蓝旗要上来。对。来。那请问绿旗在蓝旗的上面。绿旗在蓝旗的上面，所以。你好棒啊！所以绿旗要上来。蓝旗在绿旗的下面。蓝旗在绿旗的上面，绿旗要上来，对不对？怎么有一种这样对吗？怎么样嘛？怎么有复健课的感觉啊？为什么？节奏太快了啦，真的，不然你看同学怎么都全部站满了。而且，亲爱的朋友，你不知道为什么台上是这两位 PK 吗？刚刚没有拿到蓝旗，因为刚刚拿到蓝旗的都飞拜拜了。对，大家不要紧张。我们来看看真的实力如何，好好营救我们2.0版吧，来吧，好的，请降旗，老师音乐请了，绿旗举起来，红旗蓝旗不要放，蓝旗放下来，红旗不要举，绿旗红旗不要放，蓝旗不要举，哇，绿旗红旗不要放，你为什么边玩游戏要边瞄我们呢？不注意听音，他想说刚刚燕俊哥哥，他一直在等什么要下去，什么要上来，他在等红旗是不是要在上面还是下面，他一直在等，对不对？所以变成说我们前面都没有办法好好听，对不对？我讲这个2.0版真的太好玩了，掌声鼓励一下！恭喜蓝队获得一分，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喽！偶像拼拼游戏规则说明。每一关卡中，三位关主持有不同的题目卡，随着节奏给予提示，由三队参赛者合作拼凑出正确组合，写在白板上。答对较多题目之队伍获胜。
这个动作我们两个也不大会哦，真的吗？你们可以做一次，欢迎来到偶像拼拼，欢迎来到偶像拼拼。我发现我没有办法玩弄上下左右的游戏，对，我会有点错乱，什么在什么的上面，上下左右我没办法，我只能前面后面而已。欢迎来到偶像拼拼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你们练多久？你们练多久？当偶像不容易，刚刚才练，刚刚才练的，哇，再次侮辱！欢迎我们的悠悠跟 Grace， 欢迎。Grace 是我们圈内好朋友的小孩，对，对对对，他的那个粉专呢也是很多人在关注的，哇，而且他整个就是时尚家这样子，他很会穿衣服，对，很会穿搭。那悠悠当然也是这个名模一枚了啊，悠悠名模一枚，对，以他的年龄，他的发量算非常多了，多到可以分辨。哎，你今天这头发是谁帮你抓的？造型师吗？对，你整个很韩系风哎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悠悠今年几岁啊？8岁了，因为你有学舞蹈吗？没有。那为什么那么会跳舞？有的时候是爸爸教，有的时候是自己学。哦，爸爸教的自己学，而且他跳的动作其实很精准哎。是是是，对，而且很有态度。而且你说对了，他们今天就是要带来一个非常厉害的舞蹈。是哦，是不是？那谁先来？那就悠悠先好了。悠悠先来，悠悠 dance， let's go。粉吗？粉扑。哦，好有态度，好有态度。哦，哇，帅帅帅！哇塞！哇，还有霹雳腰包，仔细看哦，还有霹雳腰包。自己学的。而且悠悠，我跟你讲，你刚刚跳的超好，你知道？那这研究哥哥说什么吗？他说他在扑粉吗？你怎么可以那么熟？化妆，我在化妆，化妆。粉的意思就对了。化妆，对对对对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很厉害。那 Grace 也要表演跳舞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也是自己看影片学的吗？哦，后面是我跟妈妈自己编的。哦，跟妈妈自己编的，是太难，好棒啊！太难了，很棒哦。好棒！好的，欢迎 Grace 带来的精彩表演。先不要，你先不要。好可爱。这是他点歌的歌。先不要。就说了，先不要。耶。有。就说了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哇。厉害啦！好厉害哦！哦耶！不要。哦。不要说先。哇，很厉害！他的舞蹈很厉害之外，他还有模仿在里面了。对啊，他说：“哎，怕你爱说还有先不要，有没有？”对对对，还有模仿在里面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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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我们下次啊，就是找他们的爸爸妈妈一起来，跟他们一起来跳。哇塞，也这样劈腿就对了。对对对对，我蛮想看悠悠的爸爸怎么跳那个舞的，而且刚好是这样，而且我们可以想象悠悠的爸爸也会这样。一定蛮好玩的，好不好？下次带爸爸妈妈一起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好啦 ，OK， 好，马上进行我们第一题偶像拼拼，加油！好，第一题即将登场。第一题呢，跟第二题呢都是两个字，我们会把国字呢把它拆解成很多个部位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拼起来到底是什么字呢？老师，第一题 ，Let's go， 注意喽。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也可以一起来猜猜看哦，是什么字呢？好，绕圈圈 ，Go， 农村，转圈圈，停 ，OK， 数到三，我们把答案板翻开，一二三，先看红队，
红队看到的字是农村，好，蓝队也是农村，哇，那字好好看。绿队也是农村，这一题呢算是暖脑题啦，让你的头脑呢暖暖身，非常简单。到底答案是什么呢？老师请公布。呀，就是农村曲陈木衬，就是农村。恭喜三队答对。好了，接下来第二题也是非常的还好，没有很困难，好不好？来 ，Go。偶像拼拼第二题，老师音乐请出题。跟你跟你这个，哎，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字？是不是很熟悉了？经过暖身题之后，难度渐渐提高，观众们是否能猜出答案是什么呢？第二题，老师音乐请出题。跟你这个，跟你这个，哎，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字？是不是很熟悉了？是什么字呢？好，要讲小声一点哦。哎，这题。Very good， 请翻版，一二三。好，红队不肯面对，没有答案。蓝队答案是。黑猫解释这什么字吗？不知道。如何香？如何香？哇，这看不懂。好，接下来哦，哇。这个是什么？我们再一次好不好？大家再一次好不好？我们好好玩好不好？认真认真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把答案擦掉，再一次哦。第二题，老师音乐 Go， 拼一下拼一下，是什么呢？拼一拼，国字就是好玩，就是每一个部首都能够一起结合起来，到底是什么字呢？感觉很熟悉又很陌生。停。好的。难哦。一二三，请翻版。红队的答案是委员。好。哦。绿队、蓝队的答案也是委员。对于刚刚的答案，有没有觉得很荒唐？有。有。很夸张，对不对？好。哎，换绿队写不出来了。绿队答案变空白了，刚刚有写，现在反而写不出来了。好，答案是什么呢？老师音乐，什么老师音乐？请公布正解。儿女就是委，委托的委，口碑就是圆，答案就是委员。哇，都是上下拼的哎。对，恭喜红队还有蓝队得分。接下来今天这个礼拜的三个字我觉得蛮难的，真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就位。第三题三个字比较难一点点哦，这个答案呢有左右拼也有上下拼，但是只要拼出一个字你们应该就知道它是什么了。请问彦俊哥哥，你在忙什么？你在铺粉。铺粉，铺大粉。这很无聊哎，你好好跳哦你。好 ，OK。好，老师音乐请了。眼睛可好跳，好，讨论小声一点哦，是蛮大的，小心屁股也有哦，后面也有。好，我们看到屁股是数到三，请翻版，一二三，没有答案，没有，那是不是有大将熟啦，厉害了，我说三个字，你给我一二三四五六，哇塞，有大将熟啦！你们觉得这样子弄起来，有大将熟啦，这样念起来，你觉得他应该是什么？是不是？我都急了，好可惜哦。有大将熟啦，加起来是辣椒酱。辣椒酱。
他们其实刚刚在拼的时候很紧张，对不对？一直拼不出来，拼不出来什么字。其实酱已经出来了，另外两个就很简单了。好的，你们其实至少拼出两个字的，哎，少看一个字，屁股没有看到，屁股也很重要，因为屁股后面有个树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是新椒酱，就是新香辣椒酱的意思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是觉得很可惜，没有看到屁股的字。好，很可惜哦。来看看，搞不好是新椒酱哦，光是油大酱熟辣哎。哇，来看看正确解答是什么，请看。好，鲜肉木薯酱油辣椒酱。Yeah, very good。好，下一题，我觉得应该也算简单，出来一个答案，你们就应该他知道它是什么，因为它应该是你们很喜欢的东西，好不好？来看看第四题是什么。第四题有难一点点哦，大家仔细看哦，然后屁股有字好不好？好，老师音乐请了。嘿，电锯哥好好跳，很好，跟大家拍子不一样，你怎么回事？好，数到三，请翻板，一二三。红队烤蛋糕，蓝队烤蛋糕，绿队烤蛋糕，爱不爱吃烤蛋糕？都在烤蛋糕。爱不爱吃？还好，还好。爱吃啊，爱吃哦。哦，我们以前那放学的时候，路边都有人家烤那个蛋糕，有很多造型的鸡蛋糕，你们爱不爱吃？吃，对不对？很好，我们的童年都是一样的。烤蛋糕，可是你这个字有点。要不要赶快把它擦掉一下下？好像多一点，对不对？这个多一点，对对。好，三组的答案都是烤蛋糕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正确解答是不是烤蛋糕，请看。火烤皮鬼米糕就是烤蛋糕，恭喜答对了。哎，其实大家今天表现的都很不错哦，还不错哦。所以红队答对了三题，蓝队答对了四题，绿队答对了两题，所以这一回合蓝队获得一分。联合大作战游戏规则说明，每队派两名代表出来对战，参赛者需以两人两手方式合作，将球弹入手中的四个杯子，最快完成之队伍获胜。欢迎来到联合大作战。哇，顾名思义就是两个人要联合一起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两个人的共同目标呢，就是要把彼此绑在左右手上面的杯子里面呢放满一颗那个乒乓球，哇！所以同时只要有四个杯子都有四颗乒乓球，你就获胜。OK， 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准备好了没？啊！联合大作战 ，Round One， 请倒数。比赛过程中有没有那个，如果他们的手上已经有球了，但是呢还要再丢球给对方的话，那个时候的那个平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好不好？恭喜红队获得一分，欢迎进攻，同心协力的一个比赛。Yes， 而且他们其实很聪明哎，没错，他们会找身高一致的，嗯，因为你看，像如果我跟你的话，我们两个身高不一致，那衣服穿起来斜斜的就会碍手碍脚。我们的不是身高一致的问题，我们可能在里面会很挤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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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身高不一致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生气，不要走心，不要走心。好，准备好了没？好。联合大作战，请倒数。Three,
3, 2, 1 Ready Go！ 我们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究竟红队能否乘胜追击，再拿下关键的一分呢？广告后，精彩赛事即将展开。请倒数 3, 2, 1 Ready Go！ 我们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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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心协力！加油！互相沟通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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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有有有有有有有，看看是不是18？你怎么会选十八嘞？是你的 lucky number 吗？没有，随便选四。答案就是18。恭喜绿队获得一分。Very good, very good, very good， 这就是运气啦。是，好不好 ？OK， 恭喜你们啦。OK， 其他同学换你们了，上。装饰。好，换我们 Grace 来出题了。女情报员，请上。来，情报员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。来，这一题到底是数字什么？你只要喊到，无条件就可以获得一分。前进的。好的。1-99。五十。我算，从中间砍半。Pass。50-99，88 ，pass， 88-90，那么快，90，还有人还没玩到，再说一次，90，哇，pass。90-99，哇，只有九个，83，什么 ？Pass， 93-99，注意后面那个同学还没有玩到，95，一定要让大家都玩到就对了 ，Pass， 哇。93-95，大胜出。93-94，刚好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六个人都玩到，大胜一点。恭喜94。哎，刚好一个人喊到一个，他就得分了。而且全部，你真的很厉害，93-95，你喊92，你怎么那么可爱？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刚好大家都把他删除掉了，对，他只有94可以选。恭喜，94，绿队再获得一分。哎，绿队真的是那个走运了。对呀、啊，因为大家都帮我们留到最后，然后让我们喊出那个号码。对呀、啊，真的是行运超人，这个超级太棒了。好，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，走。一枝独秀，游戏规则说明：四位队员排成一横排，运用绑在头上的独角，依序传递两个花圈到终点。花费时间较短的队伍可得两分。欢迎来到一枝独秀，一枝独秀。好，在紧张的比赛过程中呢，我们要带来一个非常专业的跆拳道表演。没错，是我们成功国小带来的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上场是我们的红队，目前呢分数呢是2分。今天呢到目前为止呢，三队呢都只有差一分而已，所以这一场谁赢了，谁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奖金了。没错，因为这一场呢，如果获胜的话是2分。2分。OK， 红队准备好了没？好。一枝独秀，请倒数。3, 2, 1。
开赛就遇到难关的红队，能否安然度过，获得好成绩呢？可是你带给我们很大的欢乐，而且掌声鼓励一下，因为而且你没有辜负你的名字，因为你真的很有综艺感呢。你是不是属牛？你后面有讲，而且是还终于到对的手上，太可爱了，太气了，好像那个牛角想要把这根树撞断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他听不到所有人讲话，我说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是往前冲。好，成绩公布，红队的成绩是3分19秒。OK。节目最精彩就这一段了，真的。谢谢你们，我知道你们很舍不得离开这个舞台，所以呢，把这个游戏过程呢玩得很久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们下次能够再来，好不好 ？OK。下一队 ，Let's go。一枝独秀，请倒数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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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们的绿队啦，绿队目前分数呢是最高分的，有没有办法领先下继续下去呢 ？OK， 绿队 ，Let's go。目前唯一得三分的绿队，到底能不能够维持顶尖的成绩，继续拿下冠军？有没有信心？有。一枝独秀绿队，请倒数。3, 2, 1。我是西瓜哥哥，如果很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可以按这里按个订阅，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了。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的话，还有影片都可以看这里哦。